波浪鱼。30年前我就来了厦门鼓浪屿，现在我重游故地，还是一样，这边没有多大变化，对面还是高楼大厦。多少钱一个呢？八。做量自己加。那我开始了哈。哎。哦。这个在鼓浪屿有300多年历史。老家有300多年的历史，在鼓浪屿才11年。你老家什么地方呀？我们老家是武夷山那边的。哦。南平的。你们老家可有这个的？我们老家有。那多少钱一个的？老家卖10块嘛。哦，10块。因为这边是鼓浪屿，吃的都是电子。嗯，鼓浪屿。顺手工啊。这个要顺手工。对，这是一道手工菜。我们这个制作的过程就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小吃。哦，我在央视看过。哎，中央四套有播过2次的专题报道。哦，这肉都是猪肉的。有6种的蔬菜跟猪肉。我看。很仔细。你逛好，好来了。你搞得很用心啊。这个要用心哦，这个不用心就散了。来这边加点佐料。这边有3种佐料，来自己加。我没做到这个程度，破坏的当时成千上万。哦。要练。要练个的。嗯。做不出来。你要练多长时间？练一年多。那要废掉多少鸭蛋了？废掉几千上万嘛。上万个鸭蛋。对。现在你练的是炉火纯青了。还没有到那个地步。还没到那个地步。这要供体。这里少。这边来，手机小心掉到锅里去了。没有，一会儿就好。好的，这个要做好，给我们来2个海鸭蛋。好嘞，来佐料来。啊，这是叫蛋满贯。对，来2个蛋满贯。好。就要煮透，文火慢煮。香菜加点猪肉。好的。这个，这什么？这个？这个叫五香卷，这五香。哦，五香卷。哦。我吃，我吃脆骨也呀，不弄呀，我来打我的。哦，接到了，接到了，我的连个。你肯定是。对。我们自己调着料啊。开始第一口味道还可以，清淡。这边都有清淡。装水来，给它。啊？里面是鲜肉，它6种调料，我还吃不出这个里面是这么味道。太烫。我们会烧帅哥，换我们这边可以啊。好，把它丢了它，丢了它。没事嘞。我吃有点淡了。啊，这还有那个。
你这盐有点淡吧？有点淡吗？盐有点淡吧。蟹料，来到这边来，这冬菜加一点，知道吗？看来冬菜很咸，这个可以加一勺。哦，冬菜。加一勺来，轻轻的拌一下。好的。美女，冬菜可以加一点。冬菜加点。轻轻的拌一下。因为我们做的清淡人家的时候，要好一点。如果太咸了，要他加这点肉，十八块也是天价。地理位置好啊，地理位置好，这是在鼓浪屿，它是非遗产品。你不要，然后我一点，你可以吗？一点，我讲也是奇怪了，酱蛋放在里面不腥不腻，口味还可以。这个要搞到那个饭店呀、四皇会所可以当一座特色菜。这要是在我们安徽，这个四皇会所能搞一个特色菜，味道可以，味道可以。太烫了，不能少舀一点吗？好味啊！感觉还有香菜。我十八块一个，也是天价。你看俺这干活一等就开到飞，俺一碗俺我一等就开到飞。连汤加水全部干掉，这还越吃越卷这个汤，还有肉呀、小店生意好啊。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蛋板罐，这纯手工啊，这纯手工，对，纯手工制作。这个起源在哪里啊？起源在福建的闽北武夷山。哦，武夷山。南平顺昌。这个要供三百多年的历史，三百多年历史，这要供底的呀。对啊，这个要学。一般这肉搞不进去。是你不学的话，这个装不了这么多。哦。有的人要学，要上万个才能学成啊。对，他不会上千上万个蛋。你们那个我刚才吃了，这个肉料子很轻，它这个料里面它是蔬菜跟肉搭配。哦，蔬菜和肉给它。对，又来一个。你就是你早上起来就是专门干这个。对，我365天就做这一件事。365天就过几单。对，就做这个下蛋。这个要煮多长时间呢？在这个锅里啊？这个做一个蛋要1分钟差不多。煮熟要多长时间呢？熟要差不多20分钟左右。20分钟。一天给它卖1000多个。对。现在平时就1000多个，那个旺季的时候节假日最多也就2000多个。哦，2000多个。做不出来。18块钱2000个也厉害了。一天最高分卖2000多个。对，比如说像国庆啊，五一啊，厉害厉害。